我赋予角色生命，角色也在影响我。自由驾驭内心，才能不被轻易定义。我渴望新的机遇与灵感，让不同的艺术表达创意的无限可能。不断前行中，观我，我观，你通过镜头观察这个世界，而更多人将通过你的镜头感知世界。回过头来，你会发现，你又开拓了下一个新的格局。我从不用职业定义自己，我只创造新的可能。模特对外形要求严苛，演员却需从内在细腻传递，而运动是力的较量，更是无限潜能的激发。踏足新的领域，行动胜过言语，提或者不提，写或者不写，那是别人眼中最引人入胜的你。实力无法预测，内心自由驾驭，用最锋芒的低调演绎我的独具一格。没有定义能够完美定义一场独具一格的风尚大赏。